这个是转还是拉？这不用动啊，往前就加油门，往后就是收油门，这是推跟对对对啊。好，那手放在那里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摆在这些中间，不要给它动。好了，飞机会受风的影响，气流的变化，它会动。慢慢的往后，看不到山了，看到云，看到天，这个爬升，这个给它平位置，把它摆对，这个平飞。如果呢，我们现在先三成一个角度，飞机可以转到右转，它的这个右转，山的中间，向左边，它就左转，现在比较上也比较下。不要给它动啊！对，很好。对对对，再低调一点，高一点，它的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看到没有？三的中间啊，对，这样。对对，看起来看远一点，去贴着去操纵它，这叫做飞行。对对，很好。就保持这样，很好，对，不错。不能说把那飞机不动，这叫做飞行。